久没拍戏了吧？他不接的点就是没有剩。你广告都接不完了吧？挤地铁哦，我怕有压力啦。哎呀，说真的，广告已经拍太多。对啊。我在电视圈里40年，记着你啊。有去接概念，我就惊着啊！迄八点动的吼，拍到天光，搁坐咧搁接对外景，我看杨贵妹拍到真正吼，我无骗你，着山，搁兼叫人来养的哈，这事实的。去那个天亮的时候去拍那个诶木棒啊波啦，拍着你敢那去卡着，卡着，我看到咧养，哎呦，有希望为了赚钱啊，我买咧。所以当时我一很拍出八点档，明年我想四岁要七十啊，真实在袂堪你啊！啊，后来因为。后来有跟他讲过，这个我们的整个民视的环境是非常好的，跟早期的那个八天堂其实不大一样。我听说一千尊了，讲什么都有一个椅啊底下，爱坐底下。哎，真正我你拜呀，好去，我来个无啊，我难谢你啊，那坐底下。所以我想说很怕。以前比较困难一点啊，现在你看这里的环境这么好，我相信哦。对，然后而且这个拍过一次啊。这是我第一次，啊，那次是再台式一次而已。哦，真的、啊。这个是隔了差不多20年了。而且他这个角色没有办法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取代，是为了他量身打造的。哦、你呀、啊，我搞一个混。嗯，对。像他如果是做卡工好，这刚刚你的写作方面，我那阵做起来台北，为着要唱歌，我才起来，跟爸、跟我老爸啊，拍拍感情。你若要出去，用你好好干要提出去，我嘛当然嘛还是坚持啦。起来你还要学唱歌，学唱歌学的，无歌歌词全靠出来，都无所在好唱啊。去红包场，去哦，那个头个年纪我唱两礼拜变一个，第三礼拜吼，我才开始算钱。免啦免啦，腿啊吼，腰唱无好啦。那些查某来吼，啊穿较凉的，啊拢叫干爹哦，叫干爹啊就生理啊。哦，很受伤，真的，唱歌唱无红。过来尾啊，我去剧团，人介绍我去剧团，讲去学做戏啊。像诸葛亮那个啊，林立方这个，我们都在那个都认识的，拢在识识。底下嘛，佫无红啊，啊，看你浮浮沉沉啊。啊，多看，啊，佫坐伫你剧中吼。我跟你讲，这里有很多年轻的跳舞的在空杀。有有啊，所以讲我一直看来先安落你。我要用我好的台语吼，对只。讲我大家知啊，大家嘛知我是用台语出身的嘛。哦，那讲一定爱学。如果要学台语，真的要跟高群大哥学。我记得到底。讲一句秘密，张春光无听，张春光来，我昨天甲讲，伊的台语甲我学的。哦。我介年那时候，咱明星就是做千八啦。哦。哦，伊偌认真，你知无？用个注音的哦，我咪还卡来，啊，我两嘛受教的，张春光嘛较高都受教的。哎哈，迄做千八啦，是我两个主持，我甲演戏演戏嘛，伊讲，当年啊，啊，这句是要哪讲？当年，叫你当年的啊，但是哦，伊即摆无伫遮，我就讲，哦，我叫孩子，该惊死。哈，什么代志？迄阵啊吼，伊迄个国语太标准，你知？打电话，喂，你是庄金龙，是。我本名啊。我本名庄金龙，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吼，有换照哦，要我来那个法院来一趟，我惊死你。不是像即摆诈骗遐流行，迄阵啊遐遐太流行。哦，讲到我惊吓，安尼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你就先怎么啊？户口我搁先给你，啊，搁啥物啊？要账号还一个，伊才笑出来。宝姐讲我存光啊，伊跟我交情真的是不错了。后来为什么你知道？他打那电话要学那个戏骨人。他要下去南部吼，跟人家那个结婚的。戏骨人啊，好啊，你给他创卡，我恁别给你创卡，我给加暖啦。你去了讲，哎，看到新娘水吼，你先讲，我了新娘。哦，新牛生到几只水，马仔一定去跳水，会吧？为什么？他刚开始还听不懂哦，他真是好啊！讲对了，对了，嘿。啊，新龙哦，你看我落去，新龙生到正烟头，马仔一定去跳头，哈。啊，那是好阿伯，讲唔好，我甲嫁假就对了，嫁歹的啦。我到尾阿妹啊啦，我甲你讲生气，才叫你只阿比，阿妹他都嫁是寡好。他辛苦人哦，因为我是晚会也做差不多30-40年了。对，他很灵活，所以他可以是这部戏我们邀请到他，除了是很棒的演员，也可以当我们的语言指导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本是真的蛮临时拿到的，真的不会的时候都不知道问。我到老师到老了，还我有很多不会的。你知道他跟我讲一个笑话超好笑，他 PPLS。大家都知道嘛，现在是广告红翻天了。然后你去餐厅吃饭的时候，遇到很多婆婆妈妈，看到你好开心哦。哎，你写秋豆，我这个 PPS 8年多了嘛，已经红到差不多捧武器了。哦，有一次我们去做爱心了，就像这样，跟王灿呐，王灿还在，王灿呐，哈，说家里也高兴兴，我们都坐一排哦，哈，安尼吃三顿哦，哎，阿哥安尼吃，对面都像哦，都你吃。
啊你，我不是说你欧巴桑，我是你的欧巴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欧巴桑，正确，真正正，你怎吼？啊，那个一直搞我看哦，啊，我我唔知哦，我大家在吃，吃，然后我到头暗个，欧巴桑跟我讲，哦，国坤，你 NLP 真好用诶。啊！你两粒都顾好啊，哈，两粒目睭啦，因为袂使顾目睭，目睭会花啦。好笑哦！哦，啊，他吼、哦，不是，他不是要故意要尝试哦。PBLS 太长了，他只会记两个数。哦，你那个 LP 就会了。他那个就是两个字，然后反过来了，所以搞不清楚。王灿，王灿，如果你跟他访问，他还记得这一件事情，哦，很好笑。假设这东西是哦，我很疯了。啊？他跟你讲错，讲成那你怎么办？我觉得说还不错啊，请对啊，我们上海要公园遇过的才可以啊。哎，没了，你应该回请慢用啦。哎，真的呢，这东西我说我们做艺人啊，希望他能这样吼，欢迎啦啊，那很热情哦，因为有种成就感。嗯嗯。哦，对哦，那个细节的呢，哦，哎，像那个拍拍照哦。哦，一个那个玉助理，等下去看到底啪啪够啊？嗯，去到哪里？一个欧巴桑不是你哦，那个年纪比较大的，看到我，我跟他好，两个要做昂贵嘛，我们会 DIY 嘛。他看到我第一句话说什么呢？够滚，我哈利就够哎，我快70岁了，啊，他还差跟我年纪差不多了。说真的，以前我们天天看他收视的时候，还蛮红的，不错。所以你看高群大哥，我觉得在他身上就是保持年轻的方式，就是心态。你不觉得他？你看你来电可以吗？化作武就黄叶。来电，我先退。先退，看你过。被 LP 了。啊我不知道。每天都要服用。很好用哦。他说真的啦，哈，多好。已经跟小大陆制作啊，无去演我啦。没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啊，我希望我上戏演得好，啊，上个四个人更加痛下去。哦，即大家早当西，趁钱无人西，唔敢把趁钱稳得得，一日好，一日好，一日招财，搁进步，一日春，一日春，大家拢出到好家孙，来好不？我只会是学长而已啦，我是第一届的，所以我只会是学弟学妹这样。都你们，我在开什么玩笑？是真的、啊。哎，我正经点，起码讲要很火狼铁外。所以你有魔咒，你有。是摆明的没人找我，什么那个叫魔咒？不能，他价钱讲太高了。我个人是魔咒。哎，男配角价钱就提高了、啊。没有，这个其实对我来讲也有好处，就是说我可以有一年的时间思考台湾这整个，不管是影剧环境或是政治环境，到底有什么问题。因为我戏本来就是接不完的，嗯，啊，怎么会突然间金马说有一个那个在文化工作很久师长级的人，就说啊，那个是应该是可能是巧合，巧合巧合，你别讲话，巧合，找我很多戏，然后我戏变要嘎的时候，那才叫做巧合，对吧？我有来，因为我现在。我现在去到任何摄影棚都直接到新闻棚，都很少去戏剧棚。你现在哭还在笑啊？我都去新闻棚，来问我的不是你们这些记者，都是那个政治线啊，比较有政治狂啊，是政治线。什么叫政治狂？哎，狂热了。你带这个拖地，你当人家要打架啊，要打架啊，要追告。你那个人，你跟这个拖地有关的嘛？每个人常常要问我说要怎么把戏演好，我说我很简单，你认清楚你是谁就好。哦，你都搞不清楚你是谁，你要演什么戏啊？不然的话，那个我认为啊，那个角色我也很服，就你只是一个表演这个事情，但是你不晓得你的那个角色从哪边来，那你他要往哪边走？角色啊，哎呦，叹气，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在哪里？他当粉丝了吧？我可以介绍一下我的孙女吗？哎，哦，孙女，所以你们俩也不亲哦。不是，我们演过夫妻，演过右边哦，别家的。嗯，的确是我演过那么多，我差不多，我那么累计差不多有100个老婆，她是我演老婆当中算是演最多老婆的，是吗？潘丽丽，可是她小一。潘丽丽演过三次，这个人演过一次，但是那次印象很深刻啊，因为我一直期待去那个。怎么能搞啊？就在广播这里。是学长，我赶快
较好命。还是我未经公共所，我进来照。没啦没啦，就是不要你讲的啊。然后也是会怕。然后他是哦，他是我，因为我们常会看戏嘛，而我不是一个常常会跟大家在那边瞎哈拉的。他是我私底下偷偷看，就这个女生我还蛮喜欢。哎呦，真的，我不知道我他第一次，好开心哦，影帝耶！我们要赞美人家，一定要公开赞美。他这倒是，谢谢。质感很好，谢谢。在我还没开口的时候，吻后还口亲呢。我对他印象最深就是我去那个，我讲等于了，你过去了是不？那个武力全开了不？哦，之前的。所有的吼，不是我听了上好哟，是上好笑的。好，有影无？不会，真的蛮好的。其实他很灵活，我觉得那时候见到高群大哥，我是觉得他保养得真好，绝对看不出来他们两个是同年次的。同年次，我来当你啊，我能训跑呀。同年次啊，你搞搞搞搞搞会叫他老。45，是在我。我们都属猴的，我们两个个性很相同啊，什么都一样，而且两次婚姻吼。对，这个我们不忌讳这个了。但是还是有很多不一样。都是一样漂配的，都是一样漂配，很好很好。我们两个是在那个喝酒的时候认识的。哦，小酒的时候了，小酒了。小酒，所以本来私底下就好，那今年就认识嘛，本来就认识。对对对。我觉得金马哈，今年因为23号颁奖嘛哈，我个人我到现在没收到邀请去颁奖，因为往例都是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在伤脑筋，因为吴康仁跟我到底要不要请我们两个去颁奖，我觉得他们一定在烦恼这个事情。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了。如果他们请我们去，那我们当然会，我很认真的去。我就因为我把 schedule 空下来，那空下来，如果他不请我去，我就看电视。但是他不请我去比较怪啦，因为老年不都是那个吗？因为一定要补上这一句哦，因为也不用怕我们在台上讲什么，因为那个都要 rehearsal， 我们一定会很尊重排戏的过程。rehearsal 算什么？rehearsal 都不是真的啊！演戏个要清晰的，控制微调。对啊，局长好好吗？对，对，我唯一要知道的就是是不是直播。我唯一要知道是不是直播，我没有，我基本上我只是会在台上要颁奖的时候，要拆开讲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很慎重的跟要上来领奖的人说。你拿这个奖，你要自己承担，好，你以后可能在台湾，不管是你是男主角或男配角，你都不会有戏可以演了啊！没有，不会，木一哥不会的。你要经过一年，而且必须跟制作人老婆欣赏，必须欣赏制作人，也必须来这边跟董事长。你挖的洞好大。其实并没有，我要跟木一哥讲说，因为他很挑。我是借由来新闻棚的机会去跟董事长、跟总经理聊天，他们才。这个洞挖很大。没有，木一哥他是对自我要求很高，对角色也要求很高，就像高群大哥一样。为什么我说他们二位真的，包括琼璇也是三顾茅庐，各有各的考量的点，就是对角色、对自己演。你搞我遐动作茅庐。哈，无啦，不要直接形容词呀。因为你说你一年都没有接戏啦。对，其实是他在选剧本，他在选角色。对，那其实那个什么，木一哥你不用担心，来了明世之后，有好多人就从此开启了那个金钱的那个康庄大道了。对，就来就对。对，赶快赶快，后文来。